家好，我是来自黑的雨晴。这个啤酒想跟大家说，因为现在病毒的很严重，我们忽略一些小节，如头发、钱、书包、电话、鞋子、衣服、眼镜，还有门把。我们可以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去后面拿香布啊这些来洗。然后钱呢，我们可以每个傍晚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放在外面，放消毒酒精消毒。然后我们书包可以拿一些东西来消毒，电话我们可以拿消毒片来消毒。然后像鞋子呢，我们在家外面找些消毒来喷。衣服我们可以回来直接丢去洗。眼镜我们回来的时候可以拿香布来洗。我们进门之前消毒一次，过后我们再拿 tissue 擦掉哈。谢谢大家。